心过好势也未。每早起啊，课上完啊，就该坐落来，调整好咱内心，这良心，是、啊，走伫个外面呢，实在是更的辛苦啊，实在是呢。 用伫咱内心、内外中呢，咱拢会当用心安怎来演？上好呢，是演伫咱呢内心呢心境啊，就是一切法证明啊。咱也讲无量意经内。 对呀，不多啊,啊，这些力感法华，啊就是啊对人人诶心调整，中心中四体十二因缘呐、啊，这种诶法如水啊，一滴一滴来甲咱洗涤，好咱诶心。 会旦经过卡清净，虽然呢，凡夫无明烦恼，迄、这个热性的心，真傲热的心啊，甲咱冷却落来，所以佛陀啊，就是以法水来滋润咱个心地。 所以无量义经还是安尼讲哦，逆难宏祖无上大乘啊，论集众生自有成观。所宏祖就是甲咱哦，种子落去了后，好好灌溉，互咱的稻基呐的苗。 苗会当成长，根会当存长，叶会当成长。这两种是需要法。咱来吸收到了后，爱好好延续，或多一够发达。安尼呢，那就是不、啊、断、不断啊，咱的心地会发水。 成中人一经济从民国讲过去，成军，正成军啊，练成军再成熟，成熟了成军啊，也当当的解团，这么写，不多的用心嘛、啊。 所以，伫咱诶内心、即量、经济，真正爱好好用心灌溉来滋润，所以这善根才会当成长。所以讲，布善经济骗功德田，一块土地若会当有水分，八恶因缘那。 经济紧步，紧，压落去，好好个照顾那自然安尼普遍的功德点，那功德呢，就是爱用慈悲心啊。当然啦、啊，还是爱保持着智慧的慧明，有智慧的慧明。 即片诶土地呢，则会当真佛以咱证明啊，公告佛说法诶意以啊，有六种诶水上其实呢。这些啊，表示啊，佛要说大法啊，这是天下一大事啊。所以呢，先贤。 这样随想，以作为在开经的开始，吼、哦，向庄严道场，看起来感觉着真切，安尼有迄个吉祥的形态，吼、哦。要讲法华经呢，不管是过去的佛，或者是现在佛。 都共款有一个景象，互人个感觉呢，是即种正祥和个水相，叫做说法水,這這水。这是第一讲法个水相，这是第一个法水。开始呢，逐个人到这了后，佛多开始立定，即、這個、叫做立。 定水相，再来入定了后啊，开始雾化，开始呢六种震动。那这种雾化、六种震动,、啊、动啊，那、啊、大家人真欢喜啊，这个心喜水相啊。接落来就是放空，大家人听着。 在你讲相火一环境中，各再看到佛啊，得了放光，将伊嘅心毛孔放光出来啊。尤其是眉间别火相光，这是一种甲过去啲个说法嘅形态无同。 所以这就是六水呀、啊，六水呢是三世十方诸佛啊，开始要讲发华经的时，必定会实现迄、这个教化的仪式。吼。 我两个，人讲，佛佛道道，嗯、不管倒一尊佛出现世间，花到众生有偌久的时间，到最后呢，一定爱讲《法华经》，因为呢，《法华经》啊，这是法，《法华经》呢，是真正。 诸佛出现世间啊，诶，一代数因缘，无不都是，诶，开始众生，互众生会当磨练呢，佛诶，真理教化，这些佛佛道同啊，证明啊，《法华经》呢，啊，就是讲日月定明。 同款，啊！这个当今诶疫情啊，绿水诶景象呢，已经拢伫即个道场显现啦。啊，迄个境界呢，应该是互人内心嘛，无常，无法度形容，迄种。 诶，相互美妙诶境界，所以世尊大众得味亲有欢喜合掌一心灌佛。伫迄个所在，逐个人呢，拢是得味亲有诶欢喜啊，迄种嘅欢喜呢，和天成合掌。 逐个人诶心啊，真虔诚啊，真正诶集中咧伫佛诶身躯里。过去诶一月定命佛也是安尼。那过去的日月定命佛呢，到了第二、第二、第三，也够能办准这月定命佛啦。佛佛多多啊，赶快来更改。 共款诶感受，共款诶情形啊，一心关怀，这呢也就是以众生世间为己成就。 多随应众生的根基而说教，来教发化，这是一个代教啊，也是要装一切法，持一切善，经会也讲过去啦。这是一个多罗尼真正哩包含嘛，所有个教法，所以这里、个。 佛陀来世间啊，要说法的，会危机，甲众生看看教教，教甲众生会知影，要听法，会处事啊！要来礼佛啊，会规矩、规矩吼，在当中呢，已经所有众生的思啊，开始呢。 拢已经如律如意啦，这就是众生世间为意成就。看到要听话诶人啊，迄、那个规矩为意拢成就咯，吼、哦，适宜今日释迦如来说法，赶快这啊，伫咧讲过去两万。 日月定定佛啊，佛佛道同，甲现在释迦牟尼佛共款，迄、那个说法诶处事拢共款啦。再来经文就安尼讲咯，念、哦、时啊，如来放离间别佛相光，叫。 东方万八千佛道，灭不朽灭啊！如今所见是诸佛道，那、啊、这嘛是文殊菩萨啦。一伫咧时顺吼啊，迄当阵就是讲日月定明佛诶迄个时阵。 如来放光啊！就是啊，伫即个眉间别火，安尼共款，安尼发光出来啦。即、这个光啊，就是啊，照东方万八千佛道。即、这个功名啊，真正是辽阔真远啊！咱逐个人拢知影讲吼，日出。 东方起势啦！佛都这伫迄个所在，日也是开始伫咧浮起来诶时啊。佛都诶三十二相咧，眉间诶白毫，安尼呢，受着迄个光影诶照射，眉间即个火光啊，好亲像建国较明亮诶。安尼。 翻下过去，这是一种的形容啊，正远哦。这是表示，千了快哦，那、啊、你不求偏，无有,有所在呢，无照着即个光，福光啊，任何一个所在，就无有物件在意诶着。这。 就是表示咱人人心地啊，本来就极有啦。只爱你一念智慧的心，则、就是、清净的心呐，那发出了智慧的光芒，不管呢，偌你将黑暗的所在啊，咱的心地还是共款光明的。 那应该解释伫咱家己呢，爱听法啦，定定真入心啦、啊，法那入心呢，那无有暗诶地方，所以佛堂诶佛光所照诶地方啦、啊，已经呢，甲即个光啊，照到人人诶心底去咯。吼、嗯，即、这个道场呢。 遮呢重庄严，敢唔就是人人已经呢一心观佛啦，那都亲像人人嘅心嘛，已经集中在佛嘅心上。佛徒呢，一机智动作啊，无不都是法，法法呢，都、就是入人的心去了，真呢。 就是表示真侪无量数呢，都已经得着佛的光明，所以叫做面不皱皮，真正么普遍呐、啊！吼、哦，如今啊，所见悉诸佛道，都亲像咱即卖现在所讲的释迦佛伫咧发光啊，未干诶和谐。 教在东方，逐个人无了解啊，所以呢，文殊菩萨就因过去日月定定法来表达现在，那就是文殊菩萨的卡地。但是呢，那不是有人问啊，文殊都袂讲遮的话吼，所以讲起来，即下。 弥勒菩萨啊，伊个慈悲；弥勒菩萨啊，伊个。看到现在，逐个人也无真了解，佛陀遮尔正重要的一代事因缘啦、啊，从开始呢，你要畅演伊个本怀，确实抑个有真侪人也无了解，所以来引起。 文殊菩萨呢，是顺过去一佛，这段文啊，已经呢，甲即个法呢，完全啊，安尼做一个结束吼，这是弥勒甲文殊的对象。那么弥勒文殊菩萨再再叫弥勒菩萨讲吼，那。 弥勒同地啊，这就是表示呢，这两位菩萨真亲切啊，彼此可以用名呢互相称呼。何况讲哦，文殊菩萨是七佛的导师哦，弥勒呢也是文殊菩萨过去呢地主之一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文殊。 请弥勒，就是啊，搁在再次要敬德，逐个人，逐个人注意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搁在重新叫弥勒啊，爱、啊、知影吼、哦，念时会中有二十一菩萨偶育听华，四诸菩萨见此光明。 破照佛道，得弥尘友，欲知此公所谓因缘，所讲嘅历史吼，就是日月定缤佛去当尊嘅时阵啊，在一个道场内面，好、哦、真幸福哦。在道场嘅内底啊，有二十亿嘅菩萨啊熬。 有听话，虽然拢总是菩萨啦、啊，大个人还是呢，搁在求进步，因为呢，每一尊佛啊，迄、那个智慧是无相啊，所以诸菩萨啊，虽然人人拢已经到菩萨的境地，但是呢，也搁有空间啊。 抑各有追求诶法，这就是表示呢，咱人人爱精进啦，毋通自大吼，毋通讲吼啊法啊，啊嘛、啊、是安尼听过啊，经典甲看嘛反反复复是遐诶啊，师父伫咧讲话，啊嘛是呢，重新再反复啊，虽然啦、啊，法拢共款，拢是遐诶。 但是呢，咱有热心啊无？有了解呀、啊、无？有体会呀、啊、无？啊，咱有身体力行呀、啊、无？真呢，爱不断的提倡，不断的诶警惕啊。所以呢，在迄个时阵，二十亿诶菩萨哦，都、就是共伫迄个场所啊来。 要求法吼，熬药真欢喜啊！要来听法，释诸菩萨见处光明，普照佛道，遐个菩萨同款呢，爱等待着佛道。呐，伫个放光入定啊，大家人拢是真欢喜，伫迄个所在，心里会准备，也要接受着佛的待。 哦、那所以当初诶欢喜啊，是得未曾有啊，欲知此功，所谓因缘。逐个人看到伫咧放光咧，真欢喜要等台说大话，要知影，佛是安怎爱放即个功名啊？真、這、诶、個、是发花诶水上，佛佛道同开始要讲发花即个时阵。 六岁现前啦，那一定的眉间白毫相公起，开始这个说大法的因缘已经呢开始成熟啦。各位，咱会知影佛法啦，心其实呢是伫咱的一生生活中，用心心都不离法啦，那。 心中有佛啊，佛都不离行，所以要请诸位时时多用心啊。